各位观众早安，这个 Audible 太强了，我到现在还有一点点在 chill 的状态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是昨天晚上大概11点吃的，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点钟，我还是有点 fucked up 的状态。THCH 的软糖真的是不要吃一颗，真的是吃四分之一颗或半颗就好，真的不要吃到一颗。正片开始之前，您可以选择在首播时购买超级留言或超级贴图，亦可在影片下方选项选择购买超级感谢，支持 Albert 继续创作更多好作品哦。不为什么，只为了当小创作者，真的超穷，哭哭。好了，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半，我 still 超嗨，老实说，但我戴墨镜，大家看不出来我新编超嗨。原定几点要集合？原定是8点，然后我说对不起，我真的起不来，可不可以9点，很窝囊。然后我吃完早餐，我就躺回去，然后我又睡着了。进入车站真的非常非常大，因为我们坐在后站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到嵯峨野山阴线，走超级远，搭了大概16分钟的车呢，我们现在到了南山嵯峨站。要来之前，我们本来想要在 KKday 或 Klook 上面买小火车的票，但是买不到，所以我们只能来现场排排看。我们现在买到车票了，然后他说这个开放车厢是没有的，其实短短的距离还是有头等舱，还是有哦，吹点风要多加钱。想不到我们这样东摸西摸，然后现在到这边还买得到车票，我们人品大爆发。我们是到11:02的，孝亲之旅必须要有位置。我们现在怎么这样吗？好像。それでは扉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。不要靠腰哦，车子要开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不要再开我们了。好了好了，你要一个一个排队排队。小火车很推耶，很赞的。小火车你可以来，搭过来是880，然后你也可以买来回的票。我们选择搭到这边之后，我们现在要到 JR 的马爵站，然后再搭回刚刚蓝山的地方。搭火车是一个行程啊。蓝山的街道很安静，然后非常的干净漂亮。虽然是平日，但现在竹林小径这边人还是超级多的，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拍出一张你想要的照片。Oh my god！ 现在整个人还是很发哎。那你在里面按到录影吗？刚刚就是这样子，我一直录一直录。刚刚那个录那个火车有没有？有没有录到？现在还有你有提醒我。这整条竹林呢，其实一年四季都很适合来，因为它没有什么枫叶啊、樱花的问题。哦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，我有做功课。要听吗？要听。接下来这些野宫神社呢，其实是在以前日本的时候，会有一些未婚的皇族女性或是公主选出来斋供，他们就是会再去祭奉神明的习俗。之前被选出来之后，会到这个神社来晋升啊，然后斋戒一年这样子。而且他们最小的2岁就被选出来。是哦。对啊。2岁就要来斋戒。对啊，2岁就要来斋戒。就要保姆一起斋戒。应该是。然后基本上啊，在神社入口一定都会有这种守水社的地方，就是你进去一定要把双手洗净。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它目前是禁止使用的。来了。对。
啊，我刚刚没有脱帽。没关系。礼貌。嗯，很好吃哎。这个地瓜糖霜。很好的，好吃。这里有蛇。Okay, see this.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. Festival.很好吃呢，很好吃的。你买了这个樱饼抹茶口味的，它就是樱花的样子，就甜甜的抹茶馅。现在的时间是3:13，我们已经到杜月桥的阿拉比卡咖啡，点完咖啡，然后现在已经没有电了，差不多该把妈妈送回饭店。需要一点时间，好好的休息一下。我们可不可以写信给这间公司，叫他们把订货大一点？到蓝山买了一杯咖啡，好了，就差不多这样就好，可以回家了。好了，可以搭车回家了。可以搭车回家，好热哦。刚刚你不是说你想要划船吗？我们去划好了。你还确定吗？你转头看一下自己的现在的状态。我可以啊。很爽口，有腌制啊，用盐巴腌制过的。天气热热，这个很爽口。今天的战力不太行，我们大概是5点就回来了，然后休息到现在8点多9点，然后才吃饭。你确定还要去环球吗？还可以，我还可以，要问我们的伙伴。两个人吃了5665，普普。可是他生意很好呢。对啊，都以为我到台湾，我回到台湾了，因为我周遭讲的都是国语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休息了，晚安。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们今天满血复活了，我昨天天天吃那个软糖，我昨天一整天整个废掉哎。我们昨天从蓝山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回程的路上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现在的精神，你的电力是几%？”他说30%。结果后来我们先回家，他跟妈妈先去车站那边逛逛，然后还去吃晚餐。他们结果玩到很晚才回来。对啊，我昨天2点才睡，但是就是因为昨天我没有吃那个软糖，所以我今天满血复活。我觉得要吃 edible 的人呢，你真的要适量，你不可以吃过头。吃过头真的好痛苦，好像在宿醉。因为我昨天我起床的时候，我的眼睛是睁不开的，我眼睛是整个两边眯成一条线的。你有看到我传给你的照片吗？你跟你妈妈拍照，所以我就戴墨镜。你们是这样子，所以要来吃 edible 的人，我真的建议大家，就是你先从1/4颗吃，然后过2小时之后，你真的觉得哦，你还可以再吃，你再吃1/4颗，你不要像我这样傻傻的这一整颗吃掉，你一整天的行程就废掉了。你真的把它当糖果在吃？因为我想说它就甜甜的，很好吃啊，我就吃进去了，没想到哇，晚上嗨到不行。接下来我们要去这间店呢，是运桥昨天买的包子店，他说超级好吃超级好吃哎，可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很夸张。好吃是不是？我因为我不期不待，所以我吃起来非常的惊艳。我觉得包子对我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。那你昨天为什么要买？是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很好吃。讲排队，排队就是一个非常那个销售热门的象征，跟着人群走就对了。另外一道菜，2,299元。我们买到了551的包子。刚听说日本人回东京的时候搭新干线都会买这个。这个在大阪好像也有店，如果我们吃好吃，明天再吃。这个是关西很有名的包子，也不知道它名字在哪。它这个是手工的皮，然后肉馅也很好吃。它的皮是纯手工那种皮，不是那种。你怎么吃得出来？咬嚼的口感，它不是那一种，反正就是它有一种 Q 的感觉。很好吃，真的好吃啊！好吃。你看它的肉看起来还好白哦，很肥哦，可是吃起来不会。烧麦还好。烧麦还好，烧麦吃起来很日式，跟港式那种烧麦比较不一样。包子，好吃哦，包子很好吃。汤肉看起来很油，但吃起来其实是很爽口的。嗯，551 whole 辣推。今天真是有成哦，平常在练哦。我们今天是第4天，已经差不多满95%喽。因为我们会想说，妈妈要重要把我们得到大阪的时候再买吗？你起来较安心啊，还得送那挂念呢，挂念外保健食品呢，就环动了呢。妈妈他们买好了，他说这样就可以安心玩了。但是我觉得很难讲，到大阪还是会买。怎么可能？你就会看到，
就想到啊，对哦，这看记得对鱼油，我妈妈今天早上有讲到鱼油，300粒安诺耳朵安诺，还几条安尼多钱？三块多是不是？好像可以买哦。第四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我们这几天在大阪的住宿 Homestay Vermilion Number。这边是我们这次在大阪的住宿，一个人大概是1000多块。它的厕所是在外面的，哦，这边可以挂衣服、放鞋子。这间可以住到8个人啦、啊，只是我们就4个人住，一人一张床，外面一个很大的阳台。这阳台会不会太大？有电视，然后有厨房，可以煮菜。还是我们有一天就不要出门，在那边做菜就好。我看一下我们这样多少钱，我们4个人一个晚上是4750块左右了，一个人在1200多块而已，这个超高。这个可以，这个。而且这个厨房还不错哎，哎，它这边有厨具，有刀子。有厨具有刀子啊，没有盘子，可以有理由买盘子，买一个盘子，成金盘，你要给人家成金盘的，成金盘。从金宫站呢，我们选择搭计程车的方式来到了金斋桥金。其实我个人觉得啊，比如说带长辈来搭计程车的价钱其实跟搭地铁是差不多，所以我觉得可以选择搭计程车。我妈开心，我的钱包在这儿。好久没有来这边了啊！你是不是才刚来过？才刚来过，一个月前。没错，也是来抢看的。现在走一下路线。都不花钱，结果大包小包的。拿钱真好，来看得下我们的战利品，看着我们的战利品，很好买。你就是不期不待，你就是没有想着说今天会买东西。因为上一次已经有买东西了，所以就想说。这次不买。我不知道。我不买衣服的。又打折，又打折。先吃一下维他命 C 压惊，我逛头很痛。啊，这贵不？妈妈。嗯，无啊，我这边这是啥物？这红冰的蜜糖冰啊。啊，会使开无？这是我这几天来，很像在带小朋友出门哦。没骂我啊？没有啊，说你很可爱啊，像小朋友一样。可以呢。因为刚刚那一间烧肉店看起来太雷，那个 Sample 真的是完全没有食欲哎。对啊，那个 Sample 没有食欲，一点灵魂都没有。有大中小，我吃小的，这碗比你脸还小。这是美女在吃的，我今天有一点饿，吃一点泡。后面好好罪恶哦，然后这么小一个，哪里罪恶？拜托吃大碗好不好？太在意吗？好居家哦，明明才刚回来，晚餐吃小泡面可以吗？最近你的那个胆固醇有点高，我们吃点小宵夜。那我们是不是就来4天而已？我们买了多少超商的东西？把食物柜补满了。对，是我们的食物柜、零食柜，买了泡面呐，被这样放好。还有位置，我很喜欢的原田宴，之前在台湾有店，然后之后没有了。我来日本靠它，好像粉丝见到偶像一样，这头戏很久。还有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。啊不是，怎么会有肉粽出现在这里？昨天买到冷冻的，想说，哎呀，好多人在排队哦，那我买个肉粽好了，买2个包子不太够。日式的英文我真的是，哇，很冷静，我才听得懂。后面很多人，我就好 OK OK， 然后呢？为什么开笑？这个要怎么说？太冻，阿达达妹。我需要 Google Map， 不 Google Map， 不够翻译，不够翻译，我的手机。我们现在要使用最方便的翻译，这个很好用哈，我们直接把它拿相机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。这应该是热身开始，热身开始，哎，热身开始了，我刚刚有看到热身开始。开始加热了，开始加热吗？感觉还要再一次，我手可以接摸。它这边有写很多怎么按呢？哎，对耶，以为自己看得懂哦，还在那边坚持个3秒。热身开始，热身开始，要开箱了哦。这个是滚了吗？我先去看看哈。这是什么？看一下哦，哦，包哦，虾子，你有看到虾子？你能不能当 YouTuber 了？哦，要小心哦，很烫哦。真的舌头，这个什么豆啊？那是栗，那个是鸟蛋。很烫哦。这鸟蛋没有错，好吃。买对了，老师你获得福哎。哎呀，这个米很好吃哎。对，好好吃哦。单吃这个我也可以接受哎，它本身的调味非常非常的鲜度非常够。五五一除了包子之外呢，它的粽子也可以买，但是烧麦不要买，烧麦不补。嗯，我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小泡面。这是我口水够嘴，你袂使呢。我刚刚行几啊万步，食这食生活着，你妈妈袂烦恼吗？我们这样看起来很可怜呢，像4个人分一碗小泡面。很
汤吗？我可以配蛋喝一口汤吗？这是妈妈第一次来日本，然后我说妈妈，你知道日本有多大吗？你看过日本的地图吗？她说没呢，我看过呢，我就拿那个地图给她说，哎呦，这长哦，哦，这台湾的几啊倍呢？那个长度我用手在慢慢量几个台湾在哪边、啊？第一天哦，还不知道我们在哪里，妈妈我们在哪里？我唔知咧，妈妈，我们现在人在哪里？大阪。大阪哦。打开了，哇，小小兔。哎呦，嗯，我们在南樱花哎，我们终于想到樱花了。儿子，你不要阻止我，我要买这些小泡面回家。这边很甜呢，很好吃哎。嗯。要泡了吗？因为我要，然后它那个汤汁有没有？嗯。又很对味，我们这几个这样围着吃一个小泡面，能看吗？日清的小泡面哦，这个我要买回去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好像在日本的家里吃早餐呢。先吃一颗蛋，然后我在想说我要不要吃泡面，还是吃昨天买的你的说超级好吃的生乳卷。生乳卷，这个超好吃的。昨天小片的豆皮，今天大碗的豆皮被我咬一口。我们还以为就是差不多就是那个size，结果大碗，结果大碗的可能就是。第五天，我们今天呢要去奈良。日本人啦，日本人，就是日本人嘞。